不用看就可以，已经很习惯了。对啊，我直接我不用看都可以直接估啊，我只要这样，我都可以直接估的。而且没有半颗，没有半颗纸啊。哇塞，这个地方就可以直接做了。啊，立稿立稿。对啊，因为我拖到这样子是可以的吗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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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管怎样。你刚刚是被狗啃吗？我奇怪，我为什么没有办法拨出这样一条很漂亮的？它有一个纹路，你要顺着它的纹路。哦，所以只要对半就 OK。转它，转一下它就拉掉了。这个皮这样子就滑掉了。对，然后这个把这个笔拿掉，感觉很疗愈。对，然后就是用那个拇指把它打开，打开之后这里面这个，这个纸把它刮掉。哦。对，就是把它刮掉。OK。这条也要留着吗？那个要拿掉。这也要拿掉。对，然后这个稍微拍一下。这样子，然后就把它摆在这里，就可以给它剥丝。丝的话是比较简单，你就是把它这样打开。哦，比较大的话就分个3-4片这样。哎，这个没有一。那个随便。哦，随便哦。腌下去就是软的。哦，完了，我怎么好像在考东厨证照？你要喷到身上会很辣，很辣。好。你看，像这个。上面都还有纸，就不合格。不行。对对对。啊，真的假的？我想说他还会再去一下，结果这边要干净啊，不然他后面会用得很累。对对对。我的错，我很抱歉。没关系。我甚至没注意到。哎，他会一直喷哎，我刚感觉碰到脸上。会。那怎么办啊？所以我们都要戴护目镜啊。他们都有戴护目镜，我是习惯了。对，习惯了，没有再戴眼镜。习惯看辣妹，这个很辣是不是？习惯看辣妹，现在这个程度是很辣吗？现在这个蛮辣的哦。哦，怎么办啊？这个是中辣的。我好害怕哦。是淋香辣还是辣椒辣？以前喷到眼睛的时候是张不开，真的吗？就蹲在那，现在已经麻痹了。还是我瞎做，瞎弄。可以啊，我们是可以啊，你不行。真的。不用看就可以，已经很习惯了。对啊，我直接我不用看都可以直接估啊，我只要这样，我都可以直接估的。而且没有半颗，没有半颗纸啊，哇塞，这个地方就可以直接做了。啊，立稿立稿。对，因为我拖到这样子是可以的吗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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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管怎样。你刚刚是被狗啃吗？我奇怪，我为什么没有办法拨出这样一条很漂亮的？它有一个纹路，你要顺着它的纹路。哦，所以只要对半就 OK 了吗？对对，它的纤维。对半如果太小条的话，就稍微大一点。我这样子皮算有扒干净吗？还是没有？会扒，对。哦，就是这连皮也要扒很干净。对对对对。OK， 好。这个皮吃起来会口感会不好，因为它有点硬硬的。有点什么？皮会比较硬一点。啊。没办法，甩掉。他又来了，你看。能不能你来啊？你来。要不是我没戴手套，来来来来来，我手套可以给你。相机来，我先帮你长镜。要不我们两个来 try try， 就是交换看看。好啊，你想试试看吗？我想试试看。好啊，就我淋香超快这样。虽然会有很多很精彩的形状。就是我撕的那一种，这才是手做的感觉。对，给它做一点细的，这种目前没有。哎，这个纸不能进来哦，我们这边不欢迎小纸哦。小纸只要剪。对，这里不欢迎他们。我一点爱心形状进去好了，好像蛮浪漫的。对啊。可以吗？他可以自己用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你们要自己带回去的都可以。我送了他一个爱心型比基尼形状，石库水形状。好了，我们交换看看。好。